刚刚其实挺多挺好的内容，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已经讨论过了嘛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稍微的，比如说整理一下，包括各自的分工。我觉得我们统一都是出品人、制片人。然后呢，在制片人的这个 title 下，每个人的工种哎，可以做一些小的偏向啊和分配。这样，我干脆把这些身份我都写上去，然后大家觉得自己合适了，把自己名字往上一贴。可以。我拿到的这边的一些身份信息啊，包括总导演、总策划、总编剧、制片主任。艺人统筹、音乐总监、宣传统筹、置景设计常务。我跟你说，我只想当客人。不行啊，真的，你是主人啊。我主卧可以吗？又想当客人，又想住主卧。不是，主要是卧着啊。你、哎、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亨哥说，你们爱谁谁。亨哥，你闭眼的时候就表示认同了，我就给你签了啊。来。